下班休息看直播，放学回家学操作，错过精彩怎么破？我来帮你放重播。欢迎收看由乔点出品的《主播真会玩》。Oh,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我牌打的是比较好的，但我棋下的也好，琴棋书画都可以的。哎，你别说，画画这个东西很久没画了，给大家来画一个吧，画一课。其实画画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当你在完成它的时候，这种感觉很棒，很舒服。这边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想象了，包括你像这边呢，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想象。这个是一个荧光棒一样的东西，进来野区，抓他！草丛暗里，本世纪最可怕的生物。草丛暗里的可怕性是大于草丛盖伦吗？他可能会打这石头人，看见他直接闪。在这里有个瞎子，直接闪现预判大。给你个大嘴巴！进来野区到处晃，让盲僧刷不了眼。走别人的路，让别人走投无路。牛不牛逼？小兵，你放了个眼，以防我单杀他，很牛逼。但是我有排眼嘛，来杀他。下路。我小点。这手反正冰流上线。我需要深呼吸。你看这个人的 ID， 胜者为王。这个 ID， 君临天下梦。你看这个 ID 好不好玩吧？灭绝师弟。还有这个叫铁奥奈我何。哎呦，这个健身的 ID 太牛逼了，爷奥奈我何。爷奥奈我何最牛逼，爷奥奈我何可以，但是感觉取名字是不是？肯定很屌。是这样的，喷人肉随便喷。打游戏是这个样子的。哎，你他妈干嘛呢？妈逼他妈的搞事啊！你这样的你知道吗？打游戏是，妈逼干嘛呢？我他妈的点我是吧？你这个要做成表情包了，我看。我被爷奥奈我何救了，爷奥奈我何把我干了，你敢信？好久没有玩剑魔了，感觉我剑魔打假是吊打，来，走你，来吧，霸天剑魔亚托克斯。你们肯定现在很多人他内心有点疑惑，甚至泛出了一丝就是震惊，为什么？
这个主播会觉得剑魔克贾克斯。你们是不是贾克斯？你们是不是觉得贾克斯这个英雄打剑魔非常好打，对吧？开个一，物理攻击免疫，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想的？你们说实话。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们不要走，打开你们的录制按钮，录制一下这一局，将会让你们颠覆对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的认识。很多时候，那个 counter 或者说克制，不是英雄说了算，而是召唤师说了算。剑魔超神了。哎，下一局吧，真的，这局已经没有打的，没有打的兴趣了，真的很难，都不知道怎么玩。你啊，哎，给我一条生路，凯哥，你选个，不呀，你选双存。看，我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你可能有同学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给你看一下啊。我受不了了，你们知道吗？我要给你们看一下。等会儿啊，看到我塔下三波兵，看到没有？我塔下三波兵，我先把音乐关了，看我说什么啊？看我说什么？我后面有个螳螂。凯哥说，我后面有个螳螂，看到没有啊？看到了，但是那又怎么样？我说看到了，但是那又怎么样？但是他已经走到这里了，他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我说看到了，那又怎么样？他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我三波兵是吧？我三波兵，凯哥。不要！我三波兵，凯哥的战绩叫什么？我操！我要死了！你看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还捅上去了，还捅上去了。我等会再给你们看一个更恐怖的东西。他在上路他妈死了之后，他说：“我塔下三波兵呢、啊。”凯哥，你再打上路吧，我去打野了，这个。狗狗 VIP， 狗狗一个炸死一个，再来一个。哦，伤害不够，这波是变大结束了。跟你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死呢？治疗是要留的，我当时有治疗吗？没治疗。哦，死的太好了，我是说嘛，我不可能犯这种致命的错吧？呀，把老子又吓惨了。说治疗不开的绝对是黑子，因为我刚刚看了图嘛，你死亡炸的一瞬间才好的，这个黑不动。哎，我刚也看了。狗狗自爆的一瞬间，狗狗自爆的一瞬间治疗好的。我给我们赌不赌？赌不赌？明天录播赌不赌？明天录播赌？明天我开户外跟你们赌，好吧？赌不赌？有没有赌的？哇！赌什么东西？你们，哎，这波真赌了，真赌了，接一切，接一切，接一切，有没有接一切的？没有接一切的就不要赌，接一切，就是你们斗鱼的全部东西，好吧？你们账号上什么那些鱼丸啊、什么赞啊、这那的，全部贡献，赌接是吧？这是我看到的，最起码气的。我孙亚龙实名制全部头发跟你们接，你以后你接什么？我来屌呀！我头上的全部头发跟你们接。不是你都来头发了，我来屌吗？我的全部，但凡倒反那个治疗术，如果在死之前是好的，那我头发全部剃掉。我就直接视频割掉，直播割掉。这个不能聊，视频割掉你都不行了。直播割掉行不行吗？死斗技能会进入 CD 三秒，死斗技能会进入 CD 三秒。有，真的吗？不会吧？不可能吧？这样，你下波，这样，可以那个吗？死的时候，这样，技能会进入 CD 三秒。这样吧，也不赢你们钱了。你下波不再开治疗术就死了，试一下。下波就不打治疗术，我不开治疗术。死的时候技能会进入 CD 三秒，不可能吧？哇，这把吓到了，你知道吧？我被吓晕了，这下。很有道理，兄弟。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全是道理。哇，好，真是那么回事，兄弟。大队死的时候貌似不能，真的吗？炸了！哇，老子人都要炸了。你头发剃的还好，你割掉什么？
哎，不要不要不要。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好像身体被掏空。让我先来，兄弟先来，你再让我先来，兄弟先来，别说话，你别说话，兄弟先来，我已经东西都好了，拿个火机来，我不信，你别说话，你没有听完，说话，你让我先来，我不信，来，十秒钟之后，你能不劝住我就劝，我就简单，来，简单，真简单。我真觉得好，你住手，别压住，严有心，我们等一下，严有心，你滚开，没有没有严有心，严有心，反正说丢了就丢掉，你不听观众的吗？啊，好好好，你是要听一下，听你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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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兄弟，我跟你说，这兄弟，我听你们的，好吧？我不知道多少位观众啊。是懂这个的，叫做这五个字，很邪恶，叫火烧金箍棒。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你干嘛叫火烧金箍棒吗？受不了。干嘛啊我操哥们儿啊啊你晚上在干嘛在五楼你去五楼干嘛看他们打出现在你免费啊谁让你随便下去的忘了不要过来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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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谁让你随便下去的啊小梁，晚上本来想跟你双排的，你妈逼你又下去，真的是莫名其妙。他妈关键时刻也找不到你人，真的脑残吗？你是，啊？哇，什么脑残？拉闸！啊！拉闸！我操！哎，东西呢？推出来快点！哎，你们说我家里有个小孩子今天生日，我们悄悄的把蛋糕买回来了。就他今天生日，但是我们家所有人都没有就跟他说生日快乐，知道吗？就大家都好像哎，你生日我关我们什么事？关我屁事！你们懂意思吗？他以为是这样的，他以为我们这帮人很冷漠，知道吧？他现在有小情绪，很不开心。但实际上我们准备怎么样？就悄悄的，在他以为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都很冷漠的时候，突然。灯一关，然后猪哥推着蛋糕掰着出来了，音乐响起 ，Happy Birthday， 哇，我感觉他会哭吧，他应该会，就哭了，应该。哦，这边靠到这边来，感动吗？来来来 ，Birthday， 唱起来吧，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你为什么哭呢？你为什么？快许个愿，许个愿，许个愿，许个愿。祝你生日快乐！来，你看一下弹幕，小马，是不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生日快乐？对，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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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哭？有没有感动？感动，感动。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很漠，很冷漠？我们很冷漠吗？对。我们很冷漠吗？可以，拉闸，快切去切蛋糕了，切蛋糕了，去切蛋糕。开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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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成功，不是很不成功，还算成。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保持着一个姿势工作、游戏，难免会出现眼睛酸乏、腰酸背痛等症状。这时候不如躺下来，点开起小点点公众号，玩下口袋妖怪大师版，快和记忆中的宠物一起冒险吧。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